然后发炎，血液生化是正常，四合一也是正常。哦，啊，他的伤口这样子，需要还蛮久的时间吧？因为如果要愈合，可能要，我觉得也要一两个月看。虾皮住院呢，你看他马上适应我们糖果屋的生活，开始在交好朋友了，有没有？香蕉煎饼，他会怕，你看。月亮虾皮交到好朋友了吗？不要怕嘛，我们要跟你做好朋友啊。你干嘛，小黑啊？月亮虾饼，不要怕啊，大家都是你的好朋友。月亮虾饼哦，最乖的月亮虾饼。月亮虾饼出院了，正入加入糖果屋的一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有很多好朋友，可是都是白目的，你最乖，我知道你最乖。你们不可以欺负他，有没有听到？